应该有不少玩家小时候在悠悠台跟他一起成长，或是在网络世界的角落被他的迷因逗乐。这么多年后，依然是许多亲子会一起观赏的老牌英国儿童节目《粉红猪小妹》即将再一次登上游戏舞台。虽然这一次的揭露预告只展示了动画，还看不到实际的样貌，但透露了改编游戏《我的朋友佩佩猪》将会是一款注重互动，同时也有寓教于乐风格的冒险游戏。玩家将能够创造自己的角色，来到粉红猪小妹的世界里，从造访雪山、海滩到马铃薯城市，与各种经典角色展开新奇又稀奇古怪的冒险。我的朋友佩佩猪预定今年10月在各平台推出，各位爸妈可以准备把游戏预定起来啦。